我们要把柳知府府邸，只留一个活口。是。 闺女，快坚持住啊！坚持住啊！坚持住！坚持住！分头追。好。 动啊，动动动动动，你咬我呀，咬我呀，咬我，咬我！哎，黄成可，哎，你小子又动我的宝贝。师傅，我被咬了。OK。哼，师傅，我就想知道他能不能解传说中的蛇骨。哎呀！ 你以为以毒攻毒就能解除蛊毒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了，臭小子，赶紧服下。谢师傅教我如何解蛊毒。你好奇心那么强，如果我不告诉你，我这宝贝啊，迟早被你给弄死。放心吧，师傅，看在您的面子上，我一定会好好待他的。别再玩了。这么晚了，一定有危重的病人。赶紧开门。 看病吗？我有急事找守面圣人。守面兄，程放兄，你们怎么会深夜来此？堂内说话，别傻站着，找我客人。来，请。坐。我看你神色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守面兄，大将军要谋反。 我现在被他们派的人在追杀。啊！哎，你没事吧？啊！什么？你赶紧把他拿走！ 你干嘛？你把他拿走！臭小子，你又在干什么呀？啊，放回去！爹，你看他！放回去！我本来想给他一脚的，他自己胆子小。闺女，别怕。哎，我脚好了，爹。啊？
是吗？我找好了。好，郑王兄，你们不能留在这里，我跟徒儿连夜送你们出城。师傅，这个时辰了，咱们出不去吧？别怕，少废话，去拿银子，顺便带着家伙。好，好，好。放心吧。爹，爹，别怕，走。师傅，他究竟是谁呀？一个雇佣，那么晚出城，是不是有什么事啊？你别多问，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全力保护他们。是。走，这边。站住！干什么呢？军爷，家中老母病重，我想回乡探望。现在全城戒备，不许出城。方便吧？军爷，平时城门口就两三个人，今天怎么有重病把守？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程王兄，咱们另想办法。爹，你看，快走，快走，走，快！别说话，小心。 Yeah.
我爹是广州知府，刘成旺。那为什么有人要杀他？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很想弄清楚究竟是为什么。黄正哥，你要去哪儿？ 秋水，为什么答应我，还私自放走那两个人？怎么，和我也不说实情吗？对不起，大多是我没有看清楚，是手误伤了你。够了！你以为你这么说能骗得了我吗？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秋水，你以为你这么说教主会听你的解释吗？你要告诉教主。好，如果我现在说，我现在就去告诉教主。 你会不会再次敌，杀我灭口？不用你告诉教主，我这就告诉他今晚发生的事。若他也认为我不是一时失手，而是有意为之，让他杀了我便是。秋水，你疯了？你就不怕教主杀了你吗？那你让我如何？你就。 杀人易，救人难。你要想成为一名医者，就必须放下杀心，本着一颗仁慈之心，救天下之人。师父，对不起，徒儿这一次不能答应你了，我要为您报仇。
谢谢你。这是什么？这是我爹给我的。你爹为什么要给你兵符？兵符？我不知道这是兵符。把这个收好。这是什么，爹？这是信物，你记着，万一爹有什么闪失的话，你就带着这个东西到京城去找刑部李大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了，他就知道如何安顿你了。爹，为什么会有人追杀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别问这么多了，总之你就按照爹吩咐的去做就好了。爹，快快快走。你爹为什么会有广州大将军的兵符？他拿着兵符做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杀他？那些人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你想不想为你爹报仇？我当然想。既然想，你就好好想一想，你爹在出事之前说过什么话，见过什么人，干了什么事儿。我爹在出事的那天晚上，爹，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去按察使易大人府邸。我爹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去了多长时间？大概两个时辰左右。但是他回来后，我发现他魂不守舍的。爹，你怎么了？爹，你怎么魂不守舍的？喝杯茶。天色不早了，你回屋歇息吧。你不睡吗，爹？爹睡不着，你先睡吧。没想到易大人跟他们也是同伙。快，闺女，快跑！易大人和他是同党。你知道你爹口中的他是谁吗？你爹去找完易大人之后就遭遇不测，此事跟他一定脱不了干系。难道是他派杀手来追杀我们的？也不排除这种可能。那我们抓紧报官吧。不行，在没有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前，不要轻举妄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参将求见，让他进来吧。是。魏大人，这么晚了到我府上，是不是有柳成旺等人的消息了？还没找到他们。柳成旺，那你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将军派我请您到将军府，有急事商议。请。皇上知道常有外敌入侵广州，他怕一旦发生战事无法调集广州大军，所以将赐我整个兵符，
让我可在外敌入侵之时随时调集大军。可朝廷的大臣们以我有完整兵符为由，整日诬陷我，说我图谋造反。我以为我与朝廷同心，朝廷自会信我，从没上书为自己辩解。可我万万没想到，朝廷误信谗言，想除掉我，逼我起义称帝。还有那个该死的柳成旺，得知后却派人偷走了我的兵符，带着全府上下凭空消失了。是啊，我也很疑惑，当我带人赶入柳成旺家中时，他居然跑了。大人，我的人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我倒是有些线索。哦，我今日从归城的教徒口中得知，城外的百姓们纷纷议论将军称帝之事。此事只有我们知道，城外的百姓们怎么会知道呢？难道这柳成旺已经带着家眷出城了？如果他们已经逃出城，沿途散播消息，不出半月，朝廷定会派反叛大军前来围剿我们。将军，如今您失去了兵符，无法集结兵力，岂不是任由他们宰割？我建议将军即刻引入援军。谁会背着叛军的骂名助我称帝？他们一旦知道我称帝，恨不得马上出兵剿灭我，一来可以永留青史，二来又能安度朝廷党争危机。那将军何不利用日寇大军来援助将军呢？日寇大军，我和日本商贸会的人略有交情，他们问询过，将军既然能平定天下，为何就不能执掌天下，让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呢？他们承诺，只要将军称帝，他们随时会派兵援助将军的。嗯。那他们目的何在呢？他们的目的是要广州的贸易圈。嗯，事关重大，容我想想。原来柳大人偷将军兵符是为了阻止他称帝。那将军和易大人怎么不知道柳大人被杀了？那杀他的人到底是谁？你先下去吧。这不是商界出资救助百姓的地方吗？将军，真的打算引入日寇大军吗？将军兵符丢失，无法以剿灭叛军之名，以正义之事调动大军出面抗击平叛大军。为今之计，只有引入日寇大军，才能保将军这次顺利化解危机。秦教主的话还没被落实，不能草率引入日寇大军，纵虎容易，驱虎难呐。要不然我出城打探一下情况如何？好，你马上出城打听情况。是。黄成哥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绘制的怎么样了？教主，大约还需几日才能完成？我最多给你三日的时间，如果你完成不了，就自行了断了吧。嘿，你们俩马上去把教徒们搜集的情况呈上来。是。
你要杀他，就先杀了我。你知道，我是不会对你下手的。放他走。如果教主知道的话，你知道会是什么下场吗？不用你提醒我。你们俩实在没有看清楚。我们追来的时候，他已经跑了。两个废物，不想死的话，还不快追！是。关公大人，求求关公大人，黄成可，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我在你心里，不是已经死了上百遍了吗？啊，不是的。哦，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查出什么了吗？我查出莲花教主好像是日本人，他在说服将军想要引入日本大军来对抗朝廷大军。我好像听我爹说过，莲花教是慈善教会，是专门救治那些穷苦百姓的地方。这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啊，我去给你打点水吧。他到底有什么阴谋？他到底是谁？为什么要救我？将军生性多疑，他并未完全相信你的话。为了打消他的怀疑，我主动要求出城打探情况。近日有人闯入了这里，我想我们的身份可能暴露了，所以我们要加快行动。你马上去召集教徒们。我马上去做。你怎么了？做了个噩梦。梦到什么了？哎，你要去哪儿？我要去阻止噩梦发生。将军，消息打探的如何？秦教主所言不虚，我出城打探，不仅听到百姓议论将军谋反的事情，而且还意外地发现了朝廷派来的百人评判先锋官兵们，他们隐藏在城外窥探城内军情。我私下偷听他们谈话得知，三日后将会有十万大军抵达，并扬言在你手无兵符无法调动大军的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将大将军斩杀，并拿你的头颅去京城领赏。哼，我想看看他怎么把我拿下。随我去城门。你怎么来了？我想帮你。别闹了，快回去吧。我不回去，报仇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想跟我一起去送死吗？你想刺杀大将军？只有杀了他，才能平息这一切。好，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你一起去。你，后退。
你快回去，别碍事。我不回去。我该怎么接近将军？我有办法，跟我来。走。说的是，咱这差事啊，不好当。哎，这年头。干什么呢？我来找人。找谁呀？找我未曾谋面的夫君。我就是你未曾谋面的夫君，你看看我怎么样？先锋果然来了，将军，事到如今，我们该如何应对？朝廷是在逼我。如果引入了日寇大军，他们多久能到达？将军，如果能为日本大军清除障碍，两日就能到达。马上传我命令，请日本大军助我抗敌，等我称帝之时，并将广州贸易大权全权交给他们。好，我这就去传话。将军，我们既然引入了日本大军，就该为日本大军清除障碍。好，我马上命人安排。我没有杀他。你为什么不杀他？没时间解释了，把兵符给我。你要做什么？快，跟我来。站住！干什么的？挡我者死！带我去见水师提督大人。在里面。杀了他。将杀死水师提督的卫都拿下，跟我来。等等，传大将军令，日寇来袭，准备备战，备战期间不见兵符，不许开营门，不许任何人出入。是是，走，好，走，这边，来这边，走，快走，关门。是。
黄成克，拿着兵符快跑！原来兵符在你那里，快交出兵符，不然我杀了他！快走，快走啊！消息了吗？水师大营大门紧闭，打探不到魏大人等人的消息。下去吧。是。将军，要不要即刻前往？不要轻举妄动，我会派人去密查。我们该怎么处置他们？先将他们关押在此，等击退日寇，再让将军决议。你为什么要救我？你到底是谁？这也是我想知道的。还以为你死了，我也没有想到此生还能再见到你。你为什么加入了莲花教？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从人贩子手里往出逃跑？你逃跑成功后，我就被卖给了一个东瀛忍者组织。和我一起被卖给忍者组织的还有司徒宇。就这样，我和司徒宇被一个日本浪人带走了。从这一刻起，我和司徒宇就被严苛看管调教，并且他们为了不让我们逃跑，违逆他们的命令，逼我们服下一种蛊毒药丸，每日都要定时服下解药。为了能活下来，我和司徒宇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于他们。就这样，我日复一日的训练，完成各种刺杀任务。由于我们表现优异，所以被指派到青木光雄身边。没想到你经历这么多坎坷，若是没有再遇到你，我会这样过完一生。我们被下了蛊毒，如果每日不服下他赏赐我们的解药，体内就会被毒虫啃噬，毒发身亡。那晚你俩到底有没有射杀我爹？我没有杀你爹，不过刘府上下几十条人命，确实是我手所杀。柳姑娘，你要报仇的话就冲我来，与他无关。妹妹，等我。对不起。
这件事我在欺瞒你，一直没有告诉你实情。你是怕我知道了去告诉教主？我只想保护我哥。我只想保护你。你为什么放过他们？不杀了他们？杀了他们？难道你希望我杀死你的亲妹妹？正如我妹所说，她就算没有亲手杀了你爹和我师父，她也杀了你柳家十几条人命。如果你想报仇，我不拦你。那如果……那如果我让你帮我杀死他们俩，你会帮我吗？你想杀了他们？好，我帮你。走。去哪儿？杀了他们。哥。来吧。报仇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想跟我一起去送死吗？别闹，快回去吧。你不杀，那我来。什么？他们怎么会这么痛苦啊？给他们喂的毒药啊，为你报仇不好吗？我是恨他们两个杀了我府中的人，但是他也救过我几次，又是你的亲妹妹，所以我决定放过他们。如果你真的想替我报仇的话，就帮我杀掉那个该死的青木。放了他们俩吧。放了他们俩？嗯。那我怎么给他们解蛊毒啊？你，原来你在骗我。左秋水司徒鱼已经叛变，为了防止我们的身份泄露，在我军抵达之前发生变化，我们需撤离此地，撤回总部。是。
你醒了。谢谢你照顾我们两个。你怎么样？没事。喝点水吧。你为什么不杀我们，反而还救了我们？我想过了。我想让你们帮我去杀那个用蛊毒残害你们和一直追杀我们的青木光雄，以此来赎罪。我哥呢？在外面。哥，已经帮你们解除身上的蛊毒了，有什么不适吗？没有什么不适。我也是。那就好。你在想什么？我在想，秦教主和日寇大军仅仅是为了广州的贸易圈，不远万里远渡重洋过来帮大将军对抗朝廷大军吗？当然不是。那他们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日寇大军原定是在明天晚上突袭大京，柳成旺和你师父被杀那天，秦教主原本是计划让我们去刺杀将军。什么事了吗？朝廷的大臣向皇上和太后进言，说我拥兵自政，有谋反心理。可太后听信谗言，竟然起了裁了我的念头。将军，这消息属实吗？将军要早做准备啊！朝廷既有撤你之意，必有助你之心。圣旨到！镇广大将军齐阁接旨，奉太后诏，镇广大将军齐阁刻忠报国，守信全身，守节诚意，以安社稷，特下此诏书，命朝廷之砥柱、国家之干臣的忠良之臣齐阁，自接旨之日与钦差大人速速返京，接受嘉奖，不得有误。钦此。将军还不接旨？臣接旨。走吧，将军。随我回京受奖去吧。请钦差大人到内室简单休息一下，待将军简单收拾一下，然后随钦差大人启程赴京。好吧。这为什么要杀死他？难道将军愿意随他进京受死吗？朝廷对你已有杀意，名义上是让你进京受奖，实际上是惧怕你的十万大军，叫你进京，恐怕你人还未到便身首异处了。将军，秦教主说得对，万不可回京啊！这杀死钦差如同谋反呐！将军，朝廷昏庸无能，若不是您保一方平安，大清早就没了。朝廷既然如此，您又何必顾忌？您手握重兵，不如用兵称帝。将军，
秦教主说的不错，起义称帝吧。是啊，将军。百战沙场破铁骑，我只在年少轻许时为朝廷百战沙场，击外敌，平内乱，可到头来没想到朝廷在我寅戌之时免去我一生的功绩。既然朝廷如此待我，那也别怪我拥兵称帝了。我们拼尽全力助将军称帝。我们有十日的时间准备，十日后起义。日寇大军决定明日攻打广州，为何秦教主不除掉将军，反而杀掉了钦差，来逼将军集合十万大军对抗朝廷？秦教主想利用将军。马上给我国大军传递消息，将军起义谋反，我准备说服将军以助他称帝抗击朝廷之名，让他引入我国大军作为援军进入广州。在我国大军顺利进入广州后，利用即将绘制成功的大清通关手册攻入京城。是，我这就去报信。禀报教主，将军兵符丢失，他暂时还无法命水师放弃抵御我国大军进入。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将军正在查。查到了马上告诉我。好。秦教主万万也没有想到柳大人破坏了他的计划。是我爹偷走了大将军的兵符。你爹盗取兵符以后去找易锦瑜，可是并没有告诉易锦瑜他盗窃兵符的事情，只是让他找机会拿下将军，阻止他谋反。人算不如天算，你爹万万没想到最后还是易锦瑜出卖了他。易锦瑜将此事告知了将军，将军猜出兵符定在柳长旺手里，派江飞带兵去夺取兵符。江飞将消息传给了秦教主，秦教主此时却接到了军方命令，命他将兵符抢到手，以便要挟将军听命日寇大军的摆布。所以你们比官兵们早一步到，就是为了从柳大人手中抢夺兵符，并把所有得知此事的人全部灭口。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拿到兵符，所以将军在得知朝廷先锋部队窥探他们意图时，就决定引入日寇大军作为援军，在秦教主的授意下强行换防水师。对。哎，不对啊，既然得知大将军谋反的人都被灭了口，那又是谁通知的城卫官兵呢？方太君，将军现在并没有掌握水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放心吧，我和戚慕君一同怂恿他集结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去水师夺回控制权，放我们的日本大军进入广州水域。只要我们的大军能够进入广州水域，我就能马上杀掉他，以绝后患。是。等我们的大军登陆广州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戚慕君即将绘制完成的大清通关手册，一路北上，逐省侵略，直到拿下京城，完成我们统一大清的宏伟计划。太好了，你们再忍耐一些时间，等我的讯号。是。将军，我知道你心中定有许多疑问，我来替你解答。
黄晨哥，要不是你们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江飞和秦教主竟然是日本人。我也是从他口中才得知事实的真相。我真后悔听了他们的教唆，起了冒犯之心呢。将军现在回头也不晚。兵符怎么在你手里？柳大人和我师父誓死保卫柳白明，想让他把兵符送回京城，让朝廷阻止你叛乱。我想他们应该是不让将军成为千古罪人，不让百姓受战乱之苦。如果他们知道日寇来侵略我们大清，定会跟我做一样的选择，把兵符交还于你。因为他们知道将军你才是大清最英勇最善战的将军，您定不会让自己平定的土地被日寇所侵略，让自己保卫的民族让日本人所杀害。我有时带着保家卫国的热诚踏上了征途，自此金戈铁马，百战沙场，击外敌，平蛮夷，平内乱，定匪患，才换来如此大清盛世。如今我怎能容日寇来践踏我的家人，来杀我的族人？你放心，我定在日寇到来之前铲除日寇奸细，在日寇的舰艇驶入我大清水域之时，我把他舰艇炸沉，让他有来无回。将军，我们不急于除掉日寇奸细。嗯，此话怎讲？援军明晚到达，为何不等援军到达以后就派他们出城拦截朝廷的大军呢？依我之见，应让日寇大军休整一晚，养精蓄锐，直接对抗城内或城外的平叛大军。啊，将军，将军，您来得正好。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说得很有道理。那将军的意思是？我并没有让日寇大军进入大清水域的打算，我是等他们进来击沉他们。将军为何如此？哼，你们以为我真的想谋反吗？我只不过耍个手段，利用秦教主引进日寇大军来化解此次朝廷的党政危机。只要我们击溃日寇大军，我们就会得到朝廷的嘉奖，重新得到朝廷的重视。将军好计谋啊。可将军没有兵符，如何号令全军呀？我自有办法，我已经召集了全城将领，你去到城外请朝廷平叛先锋军队的首领进来，就是我有事和他商量。是。马上去传军令，命令全军，日寇来袭，全军备战，通知所有将领快快到此，共商抗敌大计。是。将军，您没有兵符，他们能听您的调遣吗？令牌。你拿上这个，马上去水师找卫东。大战在即，我不能没有他。是。
我们竟然中了将军的计谋。马上传书给我国大军，让我国的军舰千万不能驶进大清的水域。是。我们应该怎么办？不要慌，他不是让你邀请平叛先锋军将领一起商议事情吗？你就这样回复他。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我明白该怎么做了。嗯，去吧。加强戒备。司徒宇，哎，你们两个去引开人掌，我去偷大清通关手册，事成之后，此地集合。好，跟小心。小心，刘姑娘，我们走。小心。定有人证，哥，你带着手册和柳姑娘离开，我和司徒宇对付他。你们小心，走，走。
们几个去那边，其他人跟我走。是。快！走，走。没有人。追。禀报将军，城外官兵拒绝了将军的邀请。我已经派兵把他们全抓回来了。卫东，你知道我会如何处置背叛我的人吗？杀。易景玉，你知道我会如何处置潜伏在我身边的日寇奸细吗？杀！干什么呢？请通报大将军，黄成可求见。日寇竟然绘制了如此精密的大清通关侵略手册，幸亏这手册抢到我们手里，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大清可真的完了。黄成可，你为朝廷立了一大功，我已经召集了全军将领到我这里共议抗敌大计，我定会按照手册里提示的漏洞让大军重新布防。将军，此敌不可久留，手册被抢，青木光雄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找人刺杀将军您。你放心，我齐某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将军，大难将至，切不可让大清涉险，给我一队精兵，我去围剿青木光雄，如何？好，谢将军。为了我国的宏伟计划，今晚我们去将军府刺杀将军以及各军中将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原来是你，我等你很久了，你竟敢在我大清的土地上胡作非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已经全部铲除，剩下的日寇大军就全靠将军您了。你放心，我定让他们有来无回。日寇大军给予我大清之心由来已久，他们的战舰马上就驶入我大清水域，为保我大清不受外人侵犯，百姓不受日寇屠杀，我已经命令全军奋力抗敌，做成神盾，保我大清治安，保百姓治安。将军金戈铁马，百战沙场，我相信将军定能击溃日本大军。谢谢你如此信任我。将军，我们将最后一丝希望都寄托于将军身上了，本将军绝不让你们失望。谢将军。
告辞。告辞。走。黄成可，他已经走了。这是他留给您的一封信。敬大将军，多日来，成可经事纷繁，虽历经磨难与波折，但终平定，成可足矣。朝廷社稷，江山稳固，非大将军不可。望将军尽心竭力，保我大清万民平安。今成可不告而别。吉恩大人，你可是大内侍卫总管，竟敢无故拦截和硕公主的出嫁队，该当何罪？奉懿旨，缉拿违心乱党。放肆！这可是和硕公主的出嫁队，哪里来的什么违心乱党？有没有违心乱党不是你说了算，我要搜查。吉恩大人，你要三思而后行。哼，你有几个脑袋，胆敢阻挠大内高手查案？和硕公主，
小的得罪了。公主，公主，你是何人？我是公主的陪嫁侍女。公主呢？公主从水库那边下车，沿小路走了。几位客官，你们是要吃饭呢，还是住店？有上房没有？现在还有三间，客官你要几间啊？一间足矣。行吧，那你们跟我来吧。几位客官，就是这间了，看看可还满意？姑娘，你有什么就先忙去吧。行，那你有什么事儿再叫我啊。哎，好好好。你要再在我钓鱼的时候打扰我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湖里去。哎呀，掌柜的，出大事儿了。什么事儿？咱们客栈里啊，来了几个被官府通缉的案犯。你确定吗？我确定，他们一行有六个人，五男一女，却只要了一间上房。我当时就觉得可疑，那女的好像是被他们劫持过来的。我带他们送进上房之后，在门口偷听他们说明说话。他们说，我看这家店比较隐秘，也适合藏身，我们先暂且安顿在这里，等日落之时我进城去查看一下官府的动向，然后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好，我们一路躲藏不已，不要到紧要关头马失前蹄，还是小心为妙。行，那你先去吧，我随后就来。姑娘，借一步说话。姑娘，能否帮在下一个忙？你是上房的住客？是。你要我帮你什么忙？能不能帮我进城送趟信？你怎么不自己去送啊？实不相瞒，与我同行的那几人是绿林劫匪，他们掳劫了那个姑娘，想去贩卖。我想请你拿着这个去官兵所在的驿馆找吉恩大人，让他火速派兵营救那个姑娘。这是答谢你的。放心，我不要银两，现在马上去办。多谢姑娘。小德，哎，刚来的客人住哪一间房？住二楼第一间房。嗯。
脚怎么样？没事，好多了。哦，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自己，刚刚途中崴了脚，影响大家了。你这是什么话？要不是你仗义相助，我怎么可能到这儿来呢？您忘了，您可是来护送我的。哎，说来惭愧啊，没有给你准备一份新婚礼物呀。我就当您欠下了。啊，好好，我欠你的啊。公主，水打来了，洗把脸吧。来，小德。哎，小婉呢？有一会儿不见了，估计跑哪偷懒去了。越来越没规矩了，我去找他。哎，收拾一下。大人，您带兵来我客栈干什么？大内侍卫，你要来我客栈捉拿什么人？捉拿什么人不用你管，胆敢阻挠者，杀无赦。上。过来。你去哪儿了？我去报官，抓那几个掳劫良家妇女的劫匪去了。谁让你多管闲事？我救人有错吗？净给我惹事，他们不是绿林强盗，是同行之人。我看到时候你怎么跟别人交代？才不是呢，你过会儿就知道了。把他们给我拿下！公主大人，快走！快走！快走啊！怎么办？你走啊！你不走吗？哎，掌柜的，这就是那名被掳劫的女子啊！官兵要杀我，请上下救我！你是什么人？我是和硕公主，奉旨来广州与镇海大将军之子成婚的，却遭到大内侍卫不明原因追杀，请上下救我！想跑？你有何为证？我有金牌为证。那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走，走。哎哎，等等我！你这个叛徒！哼，笑话！我原本就是大内侍卫，抓的就是你乱党，把他给我带走。走，给我追！是是。报告大人，没有抓到。报告大人，没有发现。报告大人，没有抓到。报告大人，没有发现。大人，没有。来，怎么办呀，掌柜的，我又犯错了。闭嘴！多谢少侠相救，如果我能侥幸存活，我定向皇上请旨，赐你锦绣前程。公主，在下救你，并不是为了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家掌柜的那可是名震广州的黄成可，他要是想要你多话。你就是铲除玄阳教、阻止九王爷谋反的黄成可？正是在下。我在京城就听过你的英雄事迹，想不到今天有幸能见到你。公主高抬了。
你可否仗义出手，帮我救出我的随从？公主，您能否告知大内侍卫为什么要刺杀与大将军之子成婚的当朝公主？皇上推行新政，想要救亡图存，改革官吏，举荐任用为亲之人，裁撤结党营私官员，任用为心之人，朝中大乱。太后将皇上幽禁，下令斩杀所有支持皇上为心的大臣们。皇上为保维新大臣不被全部绞杀，将推行新政的首辅大臣方大人交付于我，让我以和亲的名义将方大人带到广州，把他交到支持皇上维新的镇海大将军手中，伺机让大将军把他带到香港继续维新变法之命。不知为何他的行踪被大内侍卫得知，他现在凶多吉少，请皇公子帮大清国救他。那个身穿灰衣长袍的老者就是方大人。对，就是他。行，那你在这儿等我，我随后就来。小婉，照顾公主。哎，我也要去。侍卫眼里还有没有一点国法？他们一贯如此，害死了那么多百姓。这里没有方大人的尸体。我的伙计呢？小德，小德。我应该让你今天进城看戏。放心，我一定会为你报仇。是皇上赐予我的亲随，我曾经向他们许诺过，等我把方大人平安送到广州之后，我便让他们回乡探望各自年迈的老母。现在看来，是我失言了。公主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这里好像没有你要的人，我没有看到方大人的尸体。那是吉恩将方大人抓走了。吉恩在哪儿？你要找他。我要找他要个说法，他为何要血洗我的客栈，杀我的店小二和那么多无辜的住客。请公子暂且放下个人恩怨，以大清国的利益为重，请你帮我送到广州镇海大将军府上，待我们救出方大人之后，你再找他算账如何？好，我答应你，我们走。
的错。如果当时不是我轻信了那个贱人的话，我认为方大人是绿林劫匪，小德就不会死。我不该，不该去医馆去找大内侍卫。是你带姐来的？谁让你去医馆找的大内侍卫？他说他叫敏航。谁是敏航？他是我的亲孙，没想到他竟然出卖了我。敏航叫小婉去驿站找吉恩，那说明从京城到这儿所有的驿站都有他们的人。只要我们找到驿站，我就能找到吉恩。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镇海大将军，让他派兵找到吉恩，救出方大人。走。大内侍卫总管，你深夜到我将军府，不知有何意图？难道大将军连何硕公主都不认识吗？你是何硕公主？回大将军的话，我不是公主，我是公主的陪嫁侍女。啊，那公主呢？公主和方大人半路与我们分道扬镳，没有与我们同行。情况不对。哪里不对？他们好像有事要发生，不然门口不会囤积那么多兵。大将军会不会知道我们遇险，准备派兵救我们？他知道你今日到达广州吗？我们日夜兼程赶路，比原定日期提前了三日，他理应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大将军应该知道何硕公主他们去哪儿了吧？哼，笑话，我怎么知道？他们去了一家五站道馆的客栈去休息，而且那客栈是你大将军开的，对吗？哼，客栈本来就是住人的。那么多的客栈他们偏偏不住，却住了你大将军的客栈，还让我扑了个空。等我去的时候让公主给跑了。你们在这等我，我去去就来。我想听听大将军的解释。大将军知道我在客栈抓住了谁吗？方清文，是不是让大将军很失望啊？你不要血口喷人，这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因为太后给你小小的权力，就在我大将军府张牙舞爪。大将军既然知道是太后的懿旨，还敢在这里勾结乱党，意图谋反！来人呐！情况怎么样？吉恩把大将军杀了。什么？吉恩竟敢杀害大将军？此地不宜久留，跟我走。走，快快！
留下，公主，我可以饶你不死。放了方大人，我也可以饶你不死。这可是你自找的。呀！追不过来，对不起，那个大内侍卫叫什么？他就是吉恩，他有身边的红人，他就叫吉恩。一定会为小德还有小婉报仇，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他。我先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到哪里才是安全的。整个广州城都没有皇上的人吗？我知道去找谁救方大人了。谁？去袁司找杨大人，他曾经给皇上上过密折，说他支持皇上维新。行，事不宜迟，走。你们找谁？带我去见杨大人，我有急事找他。啊，里边请。您二位是？您可是杨大人？正是。我是和硕公主，她是我的贴身侍卫。吾皇万岁，下官见过公主。杨大人免礼。公主怎会突然凌驾下官府邸？我有事情，请你帮忙。哦，何事？请讲。杨大人，皇上曾对我提起过，你曾经给皇上上过密折，说支持他维新。是。现如今朝廷中的老臣们将支持维新的大臣扣以乱党之名逐个杀害，皇上为保方大人之安，让我与镇海大将军之子和亲，将方大人送到广州。不过公主和方大人刚到广州，朝廷就派大内侍卫过来追杀，方大人也不幸被捕。我们想找大将军来营救，可没想到他也被杀害了。形势所迫，我们还希望杨大人出手相助。公主要下官如何帮忙？帮我们救出方大人，送我们离开。公主放心，下官定会出手相助。多谢杨大人。今天天色已晚，二位先下客房休息，等明天一早我们再商量营救之策。好，送公主二人下去歇息。嗯，二位跟我来吧。
我们有了杨大人相助，定能将方大人救出来。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你没有看到杨大人父子他们的眼神交流吗？我没看出什么异常啊。你先休息吧，我去打探一下。爹，您真打算帮那公主营救方大人？违心失败，大势已去，良禽择木而栖。我怎么可能拿我的身家性命去帮助公主和满朝大臣作对？那您的意思是？现在想安身自保，唯有暗中斩断祸根。我明白了。为什么杨大人要杀我们？他为什么要杀我们？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他说要悄悄地杀了我们才能置身事外。真是个奸诈小人。杨大人已经不是当年的杨大人了，快走，快。将皇上托付给我的事情办好，让吉恩抓走了方大人，还害死了小婉、大将军，还有未曾谋面的夫君。现在连杨大人也要杀我，这不怪你，只怪这个世道。皇上和方大人想要改变你口中的世道，可谁曾想到会因此死了那么多的人。不知道现在方大人在哪，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找谁，我应该怎么办。我们去青帮找彭爷帮忙。彭爷？彭爷可靠吗？我们是莫逆之交。大人，要不要请那个新提拔的廖东出兵，全程缉捕他们？这样，即便太后怪罪下来，也追究不到我们头上。不行，这个人未必靠得住，他连大将军都可以出卖，还是慎用为妙。让他听候我的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不能轻举妄动。那我们要如何抓捕违心乱党？引蛇出洞。彭爷，事情的来龙去脉就如我刚刚所说，彭爷能不能出手相助，帮助我们找到方大人？当然，义不容辞。谢彭爷。哦，你我之间不需要客套，要不是你的几次舍命相救，也没有我今天。彭爷又何必提起此事啊？我铭记于心呐。
还有得知其他乱党下落的，速速来报。本官赏银500两。方大人是维新变革的倡议者，亦是大清朝维新的希望，绝不能让他遭遇不测。要想办法救方大人才是。这样的，我们回去召集学堂的学子，想办法营救方大人。走。别说我们不知道，就是知道方大人的话，就是。彭爷，彭爷，彭爷，找到方大人的下落了。在哪儿？方大人被绑在老街的戏台前，几人说要将他示众3日，3日后问斩。这个吉恩竟然如此羞辱方大人。吉恩的目的不是羞辱方大人，而是想借方大人引我们上钩，将我们一网打尽。那怎么办？难道我们不救方大人了？当然要救。成哥，我青帮众兄弟都由你调遣。我不想因此事让朝廷剿灭了青帮，让青帮毁于一旦。为了正义，为了方大人，就算被灭了也在所不惜。彭爷，我黄成可来日相报。算我一个。好。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方大人应倡议私人兴办工厂，开办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废除一切科考八股文，等维新新法。被奸臣诬陷成乱党，被官府抓捕，3日之后即将被处决。我们这些饱读诗书的红儒学子，难道你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处决、被斩首吗？不能，不能，不能！我们要救方大人，救方大人，救方大人！方大人不能杀，方大人不能杀，杀方大人！我们要救方大人，大人。各个路口该安排的人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们一出现，没有人可以跑得了。好，我倒要看。
彭爷，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彭爷，这是方大人。方大人，里面请。这……哦，方大人，您还有什么顾虑吗？承蒙彭爷派人把我救出来，在下感激不尽。可在下不忍心再连累彭爷，一旦我跨入此地，必将给彭爷带来杀身之祸。所以啊，还是不亲的好。方大人，你不必如此顾虑。你推行新法，拯救我民族，我青帮上下岂能因惧怕祸事而寻求自保呢？彭爷之恩，在下无以为报。如有一天，你能将维新新法推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彭爷说的没错。彭爷，在下绝不辜负皇上、公主和诸位的期望。本想用方清文将这帮维新乱党给揪出来，却被你们这帮没用的废物将他从你们手中掳走了。饭桶，都怪那些无知学子捣乱，让我们误以为是乱党，才被黄成可钻了空子。查出助黄成可逃脱的是什么人了吗？不用查，他们是青帮的人。青帮的人？你确定？我看到他们身上独有的青帮纹身，确定是青帮的人。青帮的势力在广州很庞大，但凭我们大内侍卫无法与其抗衡，看来还得动用大将军的兵力。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去找大将军，随我去青帮抓人。是。黄成可怎么还不回来？他会不会已经……我有九条命。黄成可，你受伤了？一点小伤，没事。我扶你坐下。坐。老夫方清文，感谢素昧平生的英雄冒死相救。方大人，在您面前我愧不敢当英雄二字。您为了大清不顾个人荣辱安危推行新政策，乃是真英雄所为。在我心中，方大人、彭爷、黄成可，你们皆是英雄。这件事他们很快就会查到和青帮有关，所以我马上安排船只送你们离开。好的。周迅，彭爷，你马上去戴爷那儿，让他无论如何今天安排船只送他们离开。是。哎，周迅，找到船只后马上回来禀报。是。彭爷，官兵来了。赵旭，带他们从内堂暗门离开，将他们送到戴爷那里，让戴爷安排船只先行送他们离开广州。是，那我们走了。你怎么办？放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那我们就先行告退。不必客气，快请。请。请。好，走。保重。保重。Thank you.
不知各位军爷来我青邦之地所为何事啊？哼，交出公主和方晴雯，我保你青邦在广州继续发财。如抗命不交，我今天就将你们青邦从广州削去。我不懂这位军爷在说什么。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来人呐，在，进去给我搜。是。彭爷命你马上安排船只送他们离开。他们是什么人？好，我这就安排。你们稍作休息啊。赵旭，哎，大爷，你赶快去官府告诉他们过来抓人。是，快。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日落就送你们上船。好，谢大爷。还有些时辰，我命人安排你们回房休息。好，来人，在，带他们回房休息。是，几位请坐来。报告堂主，官府以青帮诸乱党逃走之名，派兵剿灭了青帮总舵。那帮主呢？帮主生死未卜，下落不明。我命你即刻封闭城门，全城缉捕公主、方晴雯、黄成可，还有青帮帮主。是。大人，我们凭什么处处听命于他？谁让他是朝廷里的红人呢？我们处处听命于他，那捉拿维新乱党的功劳，岂不是让大内侍卫独得了吗？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大人可是要捉捕黄成可等人？你是何人？我是青帮分舵大爷的人，他让我来通知你黄成可、公主、方大人三人的下落。哼，我就喜欢识时务的人。
出卖我们。哼，为你们，哼，不值得搭上我自己。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乖乖的束手就擒，休想！你们先走。现在在疗伤，啊！现在在疗伤，哦，好。好啊！我以大清朝公主的身份命令你放开我！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还真把自己当公主。当年要不是太后笼络你阿玛，收你为养女，你有什么资格自称公主？哼！可是现在，你阿玛已经死了，你对太后已经没有用了。太后本想善待于你，可谁想，你却勾结维新乱党，祸害大清。哼！太后对你十分的失望，已经对你的公主封号撤销了，并颁布了懿旨，对你杀无赦。杀无赦，杀了我，你如何向皇上交代？哼，这个用不着你管。沿着岸边给我搜，有消息立马来报。是。把他给我带走。是。放开我，你个吃里扒外的狗奴才！闭嘴，走！我定让皇上砍了你！怕你这辈子都见不到皇上了，走。前面就是孤儿会了，到了那儿可能会有郎中，那我们就快点。哦，进去！你个混蛋！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你是逃不出去的。本公主既然被你们抓来了，就没想过要逃。不就一死吗？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舍不得你死，还要用你引出你的同党呢。你混蛋！哼！大婶，我们家主人病了，可否让我们在此借住一晚？可是我们的孩子得了瘟疫，为了避免传染给你们呢，你们还是另外找其他的地方歇脚吧。这，哎，你是方大人？真是你啊，方大人！你们是如何认识老夫的？方大人，我们是广州学堂的学子，是您维新之法的拥护者。嗯，既然这样，我可否恳请诸位一件事啊？方大人，您请讲。啊，给我们三个找一个安身之所，让我们在这儿借宿一宿啊！啊，这样，来，毛姑，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天晚上我们要去营救的方大人，能否让他们住一下？既然是方大人，行，那就随我到后院吧。多谢多谢，走走。方大人，请。他受的是刀伤，快把我的药箱拿来。好，你们还是去外边等着吧。好啊。对了，赵旭，趁着黄成可在这疗伤，你现在出去打探一下公主的下落，如何？好。啊，方才听你们说，去营救过我。是的，那是前几天在戏台前，我们得知三日之后处决的是方大人您，我们就召唤学子当晚前去营救你。没想到人没救出来，随我们同去的学子们，有的当晚就被杀了，有的也被抓了入狱。我们三个没有办法，只能躲在这里。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呢？是因为方大人您召唤了我们的希望，我们希望方大人的维新之法能够唤醒更多的人。我只知道推行新法，却不知道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方大人，您有所不知，在广州学子中，您就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要是朝中也这样对待维新之法，那该多好啊。方大人，新法不一定非要在朝廷当中推行，在我们众多学子当中也可以推行。待我们的学子在科举中入仕，一举高中，做了朝廷的官员，自然就会推行我们的维新之法。对，说得好。公主在哪儿？公主叫吉恩大人带走了。陈哥兄弟，你醒了。他们是支持维新之法的学子。公主呢？啊，方大人，公主被吉恩抓走了。什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救公主。赵寻，我去救公主，你留下来保护方大人。如果明天落日之前还没见我跟公主回来，你就连夜带方大人离开。你不能去呀。作为一个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救不了，谈何拯救国家？可你现在的状态，谁也救不了啊。没事，我跟我师父学过一手，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刀伤。放心吧，我没事。
饭马上就好。做粥了。哎。快点啊。哎，好嘞。吃饭了啊！哎呀，饿死了，终于看到了，饿死了！快吃，快吃！进来，这肉是什么呀？是啥？来，来，来，挑一点，等。哎，今儿吃什么呀？来一碗。哎呦，饿死了。连一个女人都保护不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走，快，快！公主，恭候多时了。走。嗯，王成可，好啊！本官命你乖乖的束手就擒，不然就杀了公主。王成可，你别管我，快走！大人，时辰不早了，黄成可可能不会回来了，我送你上船吧。我不走了。为什么？
程可说的对呀、啊，连一个女人都拯救不了，谈何拯救国家？方大人，黄程可至今未归，肯定是营救公主失败了。我猜他八成是被捕了，所以你也不要留在这里冒险了。你一旦被抓，我们的维新之愿可就无望了。学子们会替我完成维新之法的。大人，好了，老弟，你就别劝我了啊。如果你真想帮我，就帮我去打探一下公主和黄成可的消息。我如何？好。都是我连累了你，要不是当初我求你帮我，你也不会落到今日的下场。这是我的选择，与你无关。你流血了，伤得重不重？没事的。你受伤了，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放心，我没事。他们会以乱党之名处死我吗？对不起，我毁了你的一世英名。虚名何惧？方大人也说过同样的话。方大人他逃走了吗？这个时辰，方大人已经离开了广州。我也算没有辜负皇兄的托付。听说黄成可和公主明天就要被总管处死了。明天总管要是不处死，我就去杀了他。竟敢给我们下蒙汗药，害得我现在还昏昏沉沉的。可是这种人就该杀。看一看吧。好瞧瞧，便宜卖了。就这个看看拿到了。处死黄成可和公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呀、啊！可是，明天吉恩一定会派重兵把守刑场，就凭我们几个人，恐怕难以将他们救出。青帮被他剿灭，否则何愁人手啊？谁说我们没有人手啊？方大人，莫非你已经想出救他们的办法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不过。还需要几位去冒个险，你们愿意吗？义不容辞。好，来，你们听着啊。嗯。哎，站住！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想进就进。这不是就是驿馆吗？哟，嘿，好大的口气啊！这儿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我是来找吉恩大人的。凭你想见吉恩大人？我告诉你啊，是方大人让我来找他的，你赶紧让他出来见我，我时间很紧的。等着。是。大人，你找我？你就是吉恩大人？嗯。方大人让我给你送封信。信呢？给我十两银子。方大人说了，不给银子，不给信。
好大的胆子！怎么大人？三日后，方清文要用他的命来换黄成可和公主的命。在哪儿交换？转角楼。那我们就布下天罗地网，让他们插翅也难飞。好，就让他们插翅也难飞。乱党劫恩，偷盗太后金牌，擅自将来广州出嫁的和硕公主抓捕，意图挟持公主谋反作乱，被方大人发现，然后竟然追杀。今日大人召集大家，三日之后到广角大楼集合。我来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方清文为了救你们二人，提议明天中午在广场用他的性命来交换你们二人的性命。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抓住了方清文，将你们三人就地问斩。你他说的是真的吗？他何必骗我们呢？方大人好糊涂啊！方大人为何要来？难道他已经知道了救我们的方法？公主，明天小心。狗官杰又要乱杀人了！都给我住嘴！谁再敢议论国事，就宰了谁！擒！还不束手就擒！方大人真的来了，先看看。大胆吉恩，偷盗太后令牌，擅自将上广州出嫁的和硕公主抓捕，企图挟持公主谋反作乱，被本官发现，居然追杀本官，以图灭口。今日我把诸位百姓召集于此，就是要将吉恩的阴谋公布天下，以防本官和公主万一遭遇不测之后，无人可以揭发此贼的阴谋，望诸位父老乡亲为我等作证。放了公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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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拿下！拿下！放了公主！放大人，你快走！我死无所谓，你可千万不得有事啊！放了公主！放了公主！放了公主！杀了学生，我们真成了谋反乱党了！跑得快！跟他们拼了！拼了！拼了！
将军，方大人将黄承可和公主救走了。如何救走的？方大人诬陷秦恩是谋反乱党，发动百姓前去传角楼。齐恩怕我抢他功劳，只让我派兵，却不让我参与抓捕。现在惹了祸事，他也赖不到我们头上。那我们要不要派兵去帮他捉拿黄承可等人？不需要。功归他，祸自然也归他。我们只需静待结果就好。是。快！快！快！啊，公主。方大人。多谢方大人舍命相救。不不不，救你们的不是我，是百姓。要不是百姓，我们也无法得救。换好衣服去码头，船我已经安排好了，离开广州即刻去香港。来，等会儿穿外衣。哎，好，快走吧，走，走，走，留下两个人在这看着。跟上，跟上，走，快，走，快，走，快，快。你们带学生先上船，好，离开广州。快点，方大人，你带学生先走吧，我留下来。哎，公主，你为什么不走？我要留下来陪你。听我说，你先送方大人离开。你不走，我也不走。我没事的，我一定会回来找你。快走吧，走，快点。那你一定要活着回来，陈哥，一定要活着回来。快！程可，你为什么不走？我得留下来。杀！杀！杨天正！
夫人，今日我陪你好好逛逛。嗯，